我是在1977年第一次到香港讲经，住在谭旭法师建立的中华佛教图书馆。在这个里面看到谭老收集的红化社出版的经论善书，他收集的很多。那么印祖跟我们的关系很密切，虽然没见过面。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是他的学生，跟他学净土，以后在台湾专门弘扬净土，专修专弘。所以印祖就是我们自己的祖师。看到祖师这些著述，他所倡印的，我们有一份特别的感情，所以有时间就去看。那么我看书有个习惯，书一拿来了，首先看版权页，发现了这个《了凡四训》印的数量太大了，我翻到版权页看到的时候，密密麻麻的翻了这个20多次了，而且每一次数量最少的50000册，数量多的7万册、8万册，所以我给他略略计算了一下呢，超过了100万册。我感到很惊讶，因为它不是佛经，可是它是个劝善的书，了凡先生是给他教训他儿子的，把他自己一生呢改过自新、断恶修善的因果，毫无隐瞒的都写出来了。希望他儿子能认真的学习，叫家庭四训的。他是怎么修的呢？遇到云谷禅师之后，云谷禅师送他一本《功果歌》，他一生依教奉行，天天依着《功果歌》去反省。每一天的晚课要记自己的过失，记自己的善行，两个对比，我今天是善做得多还是恶做得多。他的命运真的改变了，明显的改变，跟年轻的时候孔先生给他算命，前面20年
没遇云谷禅师之前，流年丝毫不差。这孔先生这相当高明啊！每一年收入多少，都给他写上啊！啊，那个时候做学生嘛，每一年参加考试第几名？居然一点都不差，所以他非常相信命运。20年之后，遇到云谷禅师，跟云谷禅师在禅堂里面坐了3天3夜，不起个妄念。云谷禅师非常佩服他，凡人3天3夜不起个念头，不容易啊！问他修行的方法，他很老实，他说我没什么功夫，也不经常坐禅。但是呢，我的命被孔先生算定了，20年一点都不差错。于是就不打妄想了，打妄想也没用。云谷禅师听到就哈哈大笑啊，告诉他：“我以为你是圣人，原来你还是凡夫。”了凡现在很惊讶，你为什么说这种话？这一番很长的开示，让了凡先生呢觉悟了。命是自己造的，不是别人主宰。自己造，自己当然可以改。所以才教他了断恶修善了，依照功过格了。改过自新，明清两代读书人用功过格的风气很深。功过格的内容大概都是依据感应篇，所以我们能够依太上感应篇里面的教训来检讨我们自己的心情，起心动念言语行为，那就是前人所用的功过格，记是很好的一桩事情，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希望自己不要犯同样的过失，会有非常显著的功效，现在人家进步，这是智慧，烦恼轻了，业障就消除了，智慧自然增长。智慧什么？就是你对人对事的想法、看法、判断比过去强，就有很大的进步。错误越来越少，正确性和善意就越来越增长，这就好事情。所以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人真正能改过自新这就有救了。真的回头了。圣贤的教学从这里产生了效果。
我们再看下面手机，一如没有意，不见净妙色，如是不净心，不见诸佛法。这手机里面提醒我们，净妙色净是清净，妙是微妙，佛法里面的妙形容这个色是色相，就是我们今天物质啊，大自然的现象，非空非有啊，叫妙啊。一尘不染呢、啊、叫清净啊。我们见不到。我们今天看到的是染物啊，没有见到诸法实相。一切法的真实相是净妙色。我们今天见不到的，就好像眼睛有异，眼睛有了病啊，看不清楚啊。这两句是比喻，下面两句是法合，如是不净心，不见诸佛法。把莫有意比喻作心不清净，被染污了，所以你见不到诸佛所说之法。诸佛所见之法你见不到了。这里面的事实我们要明了，佛在大乘教里面呢讲了很多，我们不能把它忘记。所谓心净则佛土净啊，为什么？前面的华严经上跟我们探讨了宇宙的缘起，慧能大师在大彻大悟的时候把宇宙的缘起用很简单的几句话说出来了。明心见性，见性的见什么？他说的，何其自信啊，本自清净。何其自信，本不生灭。何其自信，本自具足。
何其自信，本无动摇。最后一句是何其自信，能生万法。五祖仁和尚听到这里就告诉他，行了，不必再说了，给他印证，他真的是彻悟了。本自清净就是净妙色，啊，那么我们这个眼睛有意，意是什么？还不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妄想分别执着。三重严重的染污啊。所以净妙色没有了。为什么？外面的境界相被我们这个心染着了，就是不清净的心啊。外面的净妙色呢，也就变成像现在所说的环境的染污。现在地球普遍被染污啊，甚至于扩大到天空都被染污了。是真的被染污了吗？也可以这么说法。为什么呢？境随心转嘛。我们的心清净，没有一样不清净。我们心不清净啊，就没有一样是清净的。这个道理很深呐。所以佛法当中常讲啊，心净则佛土净啊。我们希望这一生当中能真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西方极乐世界是净土。念佛就能往生。我们要问呢，念佛真的往生吗？念佛的人可多了，往生的人不多。早年我在台中跟李老师，李老师在台中啊创办了一个联社，叫台中联社。我亲近他的时候认识他，他在台中已经办了十年了，成绩相当可观啊。那个时候他们的联友啊，李老师告诉我大概有20万人，我跟他十年，我离开的时候，我知道台中联友的时候增长了啊，增长得很可观，差不多有50万人。老师常说，他讲我联友啊，不讲别人的啊，我们联友当中
真正能往生的一万人当中啊，大概有三五个，这不成比例啊！啊，一万人当中才有三个、四个、五个，啊，不都是念佛吗？念佛没有念到清净心，念佛是个方法。啊，目的在哪里呢？目的是把清净心念出来，这叫真正念佛了。啊，所以大势至菩萨教导我们，啊，这是《楞严经》里面，啊，大势至圆通章，啊，菩萨教导我们念佛的方法。都摄六根，净念相继。啊，念佛人不能不知道这个原则。所以念佛目的是什么？是目的是往生净土。怎样才能往生净土？心净才能往生。这个跟中风过失三十七念里面的开示相应。啊，中风过失说得很好啊。自信弥陀啊，在经文上，本性弥陀，唯心净土啊。啊，所以心净则佛土净。啊，所以念佛的目的是什么？是把清净心念出来。清净心跟极乐世界就相应啊，你心清净，在这个大宇宙里头，你会选择哪个地方去呢？一定是选清净心的地方啊，自自然然它起感应的啊，所以临终佛来戒言，那个佛你要知道啊，是自己清净心变的啊，自信弥陀戒引你到西方唯心净土，这才是真的啊，这不是假的啊。啊，这个理通一切法啊，也就是说通十法界，一个道理啊。那么我们就懂得了，我想求生净土，我一天到晚想什么？想阿弥陀佛，想极乐世界啊，生活、工作、待人接物，在这个里面呢，断一切恶，修一切善。断恶修善都不放在心上啊，心上只有佛。心上只有净土啊，这持名号啊，啊，这个没断烦恼啊，啊，还是用的分别执着，
但是这个分别执着呢，跟极乐世界相应，啊，生凡圣同居土。如果有分别没有执着，那你生极乐世界生方便有余土。啊，分别执着都没有，依佛念佛，啊，没有分别执着，生十报庄严土，那个不一样啊！啊，这要晓得。一切诸佛刹土不离自性，十法界一真庄严也不离自性，啊，这是一个大的因果啊！啊，清净心生净土是因果。啊，受恶的心生阿鼻地狱也是因果啊！啊，无逆受恶啊，他所这种心变现出来的，就是阿鼻地狱啊。所以阿鼻地狱跟极乐世界有什么两样呢？没有两样。就是用心不同啊，无逆失我的心马上转到清净的心，净土就现前啊，地狱就没有了啊。这些道理你真的搞通了搞明白了，你才晓得怎样修啊，你会很有信心。设法界的一真庄严的种子，阿赖耶识里头通通具足啊！一切众生都不缺乏。那么哪一个法界现前，总在语言不同啊，这个语言。最重要的所缘缘啊，那就是我们的方向目标啊。我这一生的方向定在极乐世界，我的目标清净阿弥陀佛，没有一个不成就啊。善导大师所说的万修万人去啊。啊，那么修行就在生活里头，就在工作，就在处事待人接物，换一句话说就在当下。立刻就回头啊，念念为众生，不再为自己了，这觉悟了啊，为众生才真正为自己，帮助众生是真正帮助自己啊，尤其是帮助正法果德不可思议建筑佛法，
就是佛门里面所谓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你就见诸佛法了啊。那么这清净心的标准，这绝对标准啊，绝对标准我们自己晓得，这一生当中做不到啊。所以诸佛如来足是大德了，劝导我们换一个道场去修行。这个道场就是极乐世界。那为什么呢？那个地方的缘好。那我们讲缘因佛性。啊，能帮助我们开悟，能帮助我们成佛，无论是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极乐世界是首选。我们自己没有能力选择，释迦如来带我们选的，设法一切祝福带我们选的，我们要不要接受？啊，你看《弥陀经》上六方佛赞。我们读的《弥陀经》是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你看看玄奘大师的译本《十方佛》啊，罗什大师省掉了四方啊，他有四方上下四维省掉了，玄奘大师完全照原本翻译的《十方》。设方佛赞叹的，给我们作证的，就是劝导我们，也是帮助我们选择这个法门。啊，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能力在娑婆世界放下妄想分别之处。到极乐世界去啊，真能做得到啊！啊，如果不到极乐世界，那你就得靠自己了啊！真的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行，放下执着，你证阿罗汉；放下分别，你就成菩萨了。啊，放下妄想，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真正不起心不动念了，你就成佛了。啊，你本来是佛。这个事情要自己真正在现实环境当中去锻炼呢，看看行不行啊，不行不能再耽误时间了，赶快回头现在说移民嘛，移民到极乐世界啊，只要回头
都来得及。就怕你不回头。这回头之后有三个条件，你才能保持住。你不会偏离你的方向目标，这就是不怀疑。不怀疑要怎么做呢？对极乐世界不怀疑，对阿弥陀佛不怀疑，对释迦牟尼佛介绍不怀疑，对十方诸佛给我们作证不怀疑。对这个法门不怀疑。再告诉诸位，对这个世间所有一切众生，他们的心行或善或恶都不怀疑。为什么？如果你对世间人还有怀疑啊，你的心不清净了。道理在此地啊。不贪对佛不，什么都不怀疑了。就是你的烦恼里的贪嗔痴慢疑那个疑断掉了。你的清净心才能现前呢。第二是不夹杂，你用心用得纯，这不夹杂难呢，比前面条还难呢。我们在世间，人类又是一个社会生活的形态，你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群。不能离开许许多多琐碎的这些事物。这些东西要是夹杂在你念佛功夫里面，你念佛很难成就。那事也不能不做。佛教给我们，事可以做。不要放在心上，那就没有妨碍了。放在心上的时候，你的心就被染污了，就不清净了。决定不放在心上，我们净土才有把握，才能去得成。这不放在心上，这些事不想，能办事吗？不放在心上，比放在心上高明多了。放在心上啊，你是用妄心办事。你看，你用分别心办事，用执着心办事，所以往往把事情办坏了，就造业了。不放在心上，你是清净心。清净心事情也来，清净心是照见，完全是智慧。你事情会办得很圆满，办得很周到，没有一点过失。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界，给我们做了好样子凡圣差别就在此地那我们晓得夹杂里头最主要的一个因素
就是有私心的夹杂，这自私自利，这是夹杂的根本因素啊！没有自私自利，还夹杂什么？事情做得很圆满，众生有福，我不鞠躬，我有什么功劳？没功劳，众生的福报啊。那事情做不成功，众生没福。那我们自己尽心尽力了，功德圆满，这是事实真相啊。可是要尽心尽力说啊，要不然说对不起众生啊，总是希望把它做圆满啊，我们自己清净心也能转境界，但是众生业力太大了，我们转不过来啊。所以怎样转才容易转呢？众生心跟我们的心相应啊，他也求清净心，那个转的力量就大了啊！念佛门里面做超度的法师，能不能得度？道理啊，也是这样的啊！你超度他到极乐世界，他愿不愿意去？愿意去，真的，他就去了。你超度他，他不想去，他不相信有极乐世界，那他怎么超度，他去不了啊。所以超度是个正常缘，往生不往生还是他自己事情啊，就是提醒他，就是劝导他啊，他一回头，那真的去了。般若经上佛讲真话了，佛不度众生啊，佛都不度众生了，谁有能力度众生？那众生谁度呢？众生自己度的啊，这是真话啊。所以佛菩萨给众生做正上缘呐，啊，四缘生法了。佛帮上忙的是增上缘，但是最重要的是他自己的所缘缘跟无间缘，他只要就做这两个，得外面的帮助，那没有不成就啊。轻因缘不必说，大家都有的，那是真因啊，一切众生没有一个人是缺乏的。世尊在世的时候为我们讲经说法49年，增上缘呢，天天劝导我们，天天提醒我们啊。所以每一个人自己成就功夫不相同，这个不是佛给我们的，是佛力加持。佛加持什么？把这个理说清楚，方法说明白，果报说明白。我们知道之后是自己干了，就佛对我们只做到两个字：开示。啊，佛菩萨、祖师大德、老师只能帮这个忙啊，开始开启，是指示啊，成不成就呢？你自己肯不肯干啊？依教奉行是行，
行达到一定的程度就证果了。所以信解行证啊，佛能做的是信解啊，这个开始啊，行证呢完全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所以是觉了是自度啊，迷惑颠倒的时候要靠佛的开始啊，啊，叫佛度我们了 啊，真正成就啊，决定是自度啊，佛菩萨帮不上忙，佛菩萨在行政上能帮忙，我们自己都用不着修行了啊，那佛大慈大悲啊，这帮不上忙。所以要晓得一真法界是你自己造的，设法界也是你自己造的，六道三途还是你自己造的，你自己要负责任啊，自己对自己负责。感恩佛菩萨是感恩他把这个讯息告诉我，他要不告诉我们，我们迷得太深，迷得太重，根本就不知道事实真相。啊，决定还是随着烦恼习气去转，随着烦恼习气，那你就一世不如一世，每一况愈下了，你走下坡啊！啊，那就是一世比一世痛苦啊！明白之后啊，哦，还可以往向深呢，你就不走下坡路，向上爬。啊，向上那越走越高啊！啊，所以要晓得佛菩萨对我们加持的是什么啊，佛菩萨保佑我们的是什么啊，跟学校老师一样，老师天天给你上课，天天给你讲解，成绩是你自己做出来的，老师没办法带你做啊，修行正果完全是你自己的功力啊。那我们讲行，行的是什么行？你所信的，行你所解的，啊，佛给我们开示，我们相信了，我们理解了，就把这个信，把这个解落实在生活里。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信解呢变成自己的理想思想，变成自己的见解，变成自己的行为，这叫真的依教奉行。啊，你依照这个方法去行，这个一般讲呢，这叫持戒。啊，依照老师指导去做，叫持戒。啊，持戒久了就养成习惯了。啊，这个习惯决定帮助你得定。这讲得三昧了，佛家讲得三昧啊，得到三昧之后，功夫不断向上提升，这定功，他就开悟了
应界生定，应定开慧呀。啊，慧一开呢，就见诸佛法了，就见佛了，就成佛了。啊，这样你才晓得这个持戒的意义，你就懂了。啊，你懂得持戒的意思，为什么要持戒？啊，没有别的，是帮助你定下来。啊，定才能开慧呀。啊，在中国，自古以来，啊，儿童就开始修定。啊，用什么方法呢？写字书法了。啊，诸位也晓得，书法是修定的。你看，你心要不定，你就写不好。啊，学佛的人天天写书法，不是想做一个书法家。啊，想做一个艺术界的人士，目的不是在此地，是修定。啊，你看你早晨写一个钟点字，就等于修一个小时的定。啊，你要把整个精神意志集中。啊，印光大师教我们这些出家人，啊，字确实代表一个人，啊，人没见面看到你的字，真正有功夫、有学问的人能看得出来。人如其字，字如其人，一定要端正。为什么？你心正，你的行为正，啊，画画，画画也是修心。你心不定，你就画不好。啊，无论学哪一种艺术，都要从定中啊，你才能得到三昧呀。啊，换一句话说，心浮气躁啊，什么都学不到。啊，天天跟在佛菩萨面前也学不到东西。清净心能学的东西，啊，所学到的全是自性里头本自具足，不是外来的。啊，所以说，回归自性呐，性德其用。信德现前而已，这才是事实真相。在大乘教里面，确实法门很多，四弘誓愿里面讲啊，法门无量誓愿学啊，无量的法门到最后啊，归纳就变成三个门啊，这是讲什么呢？你大彻大悟，你转凡成圣，到最后这三门，这三门呢，就是三皈依里面所说的啊，佛是觉，法是正，僧是清净。就是三门啊，这三门呢
没有进去十三门，进去之后啊，是一个，就好像一个大殿的三个门，外面是三个门，走进来都一样。啊，信宗、禅宗走觉门，啊，这就常讲的大彻大悟啊，明心见性，啊，他成佛了，他进去了。教下走正门，啊，就是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啊，走这个门，这个门呢，中下根性的人容易成就。啊，那个觉门呢，那真的是要上上根人，普通人不行。啊，还有个门就是清净，就是僧，六根清净一尘不染。啊，走净。啊，在末法时期，这个门是最适合的。啊，修清净心。啊，这个正知正见呢，是要许多经论的，啊，要很长的时间呢，啊，但是净宗确实具有前面两种的长处，啊，真正修行呢，不需要很长的时间，你能得清净心。得清净心，往生就有把握了，你真的就成就了。啊，所以净宗的经典少，只有五经一论。啊，这五经最短的《大势至菩萨圆通章》，只有244个字，比《般若心经》还短。啊，《般若心经》260个字，啊，最长的《无量寿经》，诸位常常读诵的，啊，经文都不长，受持容易，非常适合于现代社会环境，啊，所以着重啊修清净心，养清净心，啊，不能夹杂，不能怀疑。不能夹杂，不能间断，没有一个不成功。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